家好，我是郑琴，欢迎收听《希望列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六年八座广播金钟奖得主郑雅青，开朗阳光的独特主持风格，拥有一批忠实粉丝。一个独特的身份是师母，她跟先生李正义牧师两个人的信仰从怀疑到相信，一件件都是神迹。电台是她的家，也是她的合唱，连婚纱照都是在电台拍摄。当她获得金钟奖时，不藏私的分享经验给周遭人，找到神要她发光的地方。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通常不管是我们做电视的，或有做广播的，家里头的金钟奖放了3座5座，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们今天邀请这位来宾哦，他们家里头金钟奖超过10座，有11座，实在太厉害。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生命故事，欢迎很资深的广播人雅青。你好，小鲁你好。哇，真的11座哎，我自己都不可思议。而且不是只有你，你女儿也有，她有3座。她多大年纪啊？她现在是国3，15岁。你看广播人讲话声音就是不一样哎。你从几岁开始投入广播的这个事业，这个行业里面？大概民国80，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大学四年，快要毕业的时候。小时候就一直很爱讲话吗？应该是一个很爱讲话、很活泼的孩子。但是，可是好像久了以后，我好像在家里又不爱讲话了。也许有哥哥姐姐、家人比较多，对，那我又是最小的，所以可能在讲话的时候会感觉到说，有压力。应该你想要讲，但是可能对爸爸妈妈来说，读书比较重要，所以相对性的很多心情的故事就不太会讲。那家里头的管教气氛是怎么样？我妈妈以前是老师，会比较教导，然后爸爸就比较是属于公务人员，会比较严谨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家是蛮严格的，课业上最要求了。对对对，会要求到什么程度？主要是妈妈在要求吗？爸爸妈妈很合作，爸爸妈妈一起要求。对对对，一起要求。会一个怎么样的要求方式？当然就是你成绩要好啊。然后呢，什么就是100分没有的话，差一分打一下那种。对，也许不到那个程度，但是呢，至少你不要太差。对，还是会有一个范围。然后也会很栽培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吗？对对，爸爸曾经让我去学芭蕾舞啊。之后我爸爸就看见我在弹钢琴。然后他看到所谓的弹钢琴是在桌上动来动去，他就觉得说，哎，应该这个对钢琴有兴趣，这是我爸事后来告诉我的。后来就去买了一架钢琴，还这样就立刻就买了一架。买了一架钢琴。我妈妈其实我觉得她蛮厉害的，就是她不懂音乐，但是她却听得出来哪个音错了。然后呢，一错的时候马上，你错了，你自己压力就会很大。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在高中的时候，我们要比赛才艺，然后我就选择钢琴。哇，我妈妈知道之后呢，她每天我弹钢琴，她一定坐在后面，就会开始听。你只要音弹错，错了，重来，他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就一直重来。然后有时候会拿一个藤条在后面。天啊，就你在练琴，他在后面拿一根藤条。对对对，因为有时候孩子在练的时候，你会偷懒嘛。对。啊，不喜欢啊，或者是挫折的时候，就会很生气。对，然后因为你又被念，然后又更生气。然后但是他就会一直要求说，你要重来。不过就是因为那一个时刻，后来在高一的那一次的比赛就拿了第一名。对，那我妈妈当然很开心啊，会说你看吧，就是我这样要求出来的。那你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吗？非常大。我还记得那个压力，其实我大概知道说我妈妈就是对我非常严格，然后也希望去考音乐班啊，能够在这个领域上面。那我就记得她就让我去跟一个老师学。哇，我可能就已经很有压力，结果那老师更严格，还有你还弹错音的时候，他就把谱给丢在地上。所以每一次去的时候，我就非常害怕。本来应该要开开心心的，也喜欢音乐嘛，就搞得压力很大。对，就是回到家就开始安静，因为可能常常在表达一些心情的时候，或许爸爸妈妈比较不太会注重到心理的这层面。但是我妈妈很厉害，我妈妈是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她照顾家庭，她会把家庭照顾得非常好。可是我觉得在心理层面那一块，可那时候我的需求想要跟她沟通聊天的时候，就会跟我讲去念书，去弹钢琴。
在这样的气氛当中长大的孩子啊，你是怎么样的眼光在看自己的？你的成长过程，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很好哎，从来就不觉得，然后也很在意人。很在意别人的眼光，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嗯，那当然，一直到现在成长到教会，或是之后在职场的历练，我觉得还是会很在意人。嗯，但是后来一直在面对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上帝就太奇妙了，就慢慢让我去学习怎么样，某个程度要放下，对，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勇敢跨出去，对。谢谢，好好听文创能够让我有机会来参加这一次的评审。担任评审，分享经验，郑雅青乐于提携年轻人，帮助他们逐梦，因为这些台下怀抱愿景的孩子就如同当年的他。现在他已是闪闪发亮的广播人，幽默逗趣却又贴近人心的主持风格深受听众喜爱。他就是希望带给大家希望跟快乐，所以他会自己发明一些简单的 slogan， 比如说他每天他现在的节目是早上7点到10点，希望列车，他每次都说，哎，我们的列车要开动咯，大家跟我一起开启今天的密码，然后就要跟大家跟着他一起喊哈哈哈三声。他的节目时间刚好是在上学的时间，所以有家长就曾经有反映说，郑景可不可以早一点哈哈哈，不要太晚，因为我的小朋友每一次要上学，在车上没有听到哈哈哈三声，他都不愿意下车。我听了杨欣姐这个节目之后，其实让我会想要更认识他这个人背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我也想要像他这样子喜乐很开心，就像一直一直传递那一份爱。刚起床最想要睡觉的时候，然后每次听到他的节目，然后他的声音总是很洪亮，就不会让人想要睡觉，而且能够感觉今天就是一个崭新美好的一天。在生活当中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导师，他不仅是我妈妈，他也是一个我很敬佩的偶像。那进到广播电台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呢就是有一个机缘，曾经有人找过我主持，找过我配过音啊，配音。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好像也可以往这个地方发展，我就自己去印很多名片。对，然后就到处发，广发。那时候还没有线电视台，是地下的。然后所以几乎我就全部整个大台中地区，我就去想尽任何的办法去找配音。配一些什么？广播剧？大概就是一些公司简介或是广告。我就慢慢的好像越来越聚焦，聚焦之后你才会发现到说啊，原来我喜欢广播。我念大学的时候刚好有一位也是广播人员，他资深广播人员，他也是金钟奖得主。他就到我们的学校去分享。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坐了第一排第一个，我就自告奋勇的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我好想进广播。大概等了半年左右吧，我就看到哎，那位主持人又得奖了，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祝福他，最后我又补了一句说其实我很想进广播。结果没有到几个月，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刚好一个缺是攻读生，你要不要进来？我就很兴奋，我说我心里就在想，我再也不要离开所谓叫做广播圈，我洗厕所我都愿意，不管怎么样都要去，我只要进去就好啊。对，我那时候就从那时候开始，一进去就有机会可以参与节目的制作，还是什么，就是攻读生。那时候刚开始，因为我们最想做的就是节目主持人，但是呢，你必须要去跑新闻，有一段时间我就心里在想说。啊，我好想做节目主持人，为什么我去的地方都是当记者啊？可是我现在我回头，每次我都在分享的时候，我都回头去想，上帝太奇妙，原来他知道我某个程度，我虽然爱讲话，但是我内心是恐惧、害怕陌生环境的。所以他透过了快10年的记者的经历，他就要让我去突破我内心当中那个恐惧，要让我更多的去与人接触。对对对 对，要去问啊，不管访问也好，或是要找资料啊，去是对调查什么的。但妈妈对于你进入到这个行业，不但做广播，还是做跟新闻有关的，妈妈有什么想法？她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她会觉得啊。还蛮不错的这种感觉，但是当然啊，对他来讲偶尔还是会觉得说你应该再进入电视圈。他对你永远有更多更多更多的期待耶。为什么我的家里的
这个氛围是这个样子，就是哇，好要求哦。嗯，为什么呢？总是会觉得你这个太胖了，你这个对，就是会有很多。但是你回头来看，就是他在细节当中很雕琢你，会常觉得自己是在家里被拒绝的那个呢，是被不被看好的那个，对，然后会比较觉得自己是没有话语权。哦，有一段时间，会跟他们生气，就是忍不住。那有一段时间是我气在心里，已经不会讲话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塑造一个状况，就是我不让内心里面的那个不好呈现给大家看。是，对，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就是心理跟外表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在外面很 happy 很开心，但是我一回到家，一进门我就没有在讲话了。那时候刚好认识一位也是广播人，然后他是基督徒，他就开始啊跟我聊，然后我们就认识嘛，他就约我，我们就常去吃饭。那我就开始啪啪啪大概跟他分享很多心里的抱怨，哇，停不住啊，大概两三个小时他就一直停，然后呢到最后就说，我们来一起祷告啊。所以那刚开始我都觉得就是反正就这样嘛，就是社会化过的人就是觉得哦，祷告好，你祷告吧。可是久了以后，我觉得那个好像一个种子撒在我的心田里面，然后因为有介绍我一些什么属灵书房啊，我就去看，哎，哪一本感觉上不错，我就去选那一本。然后那一天刚好因为它有日程嘛，就是今天星期几，我就一打开的时候，刚好就看到一段，他说，祷告就是跟上帝聊天啊，这是我最喜欢的。所有人不喜欢听我讲话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个对象可以听你讲话，对，听我讲话。然后我就开始把我内心里面的所有的全部跟他讲，然后就一直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哭。对，后来就是那时候我就爱上跟上帝聊天，上帝太奇妙了，因为我是那种关不住的，你叫我每一次都去不太可能。但是呢，好在我觉得自己慢慢回想，我应该有这个因子，就是我蛮负责任的。刚好进到教会不到半年吧，就有一位司琴姐妹走了，她就说，曾雅青，从现在开始你接司琴。我说，我才刚进教会什么都不懂，我就要接司琴，我什么都不会。可是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有一股那种要负责任的感觉，然后你不知道司琴怎么弹，所以我就自己会坐车到台南去找老师，然后上网去找老师，然后你也不知道找谁，我就看哪一个名字顺眼，我就找哪一个。对，我就一直自己练习，一直练习。后来就慢慢的，每一次每个礼拜你都必须要留下来，即便你心情不好，你不想来教会了，但是又想没人私情啊，所以上帝就这样让我把他习惯性的拉住了。看了他觉得是一个比较都会型的女孩子，可能不是适合我啊。他也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乡下孩子，大概晚上差不多8:30-9:00就睡觉的，所以七点OK。所以其实那一次碰完面之后，我们就各自走各自的路。其实在这个中间过程，我们那个朋友也不放弃，完全就把我们凑在一起，想尽任何的办法。谈情说爱，郑雅青与李正义这对夫妻感情深厚，他们俩的婚姻经历相当大的挑战与磨合，而这些不可能的突破反而成为他们的恩典记号。两个个性真的是觉得应该不适合在一起，因为他先生就是一个比较，以前对他的认识啊，就是比较沉默寡言，然后又富有正义感的人，那他自己就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然后有点迷糊的人，踏入婚姻应该也是想要逃离父母亲的掌握，所以他一直很积极的在找对象。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庙就拜，有什么地方可以算命，他就说他几乎是大江南北都算过了，就是要求姻缘。正义大哥是一个像直男一样，他是往目标走的，雅青姐是需要 feel 的，这两个是完全不同。这过程当中其实刚开始非常的辛苦，如果没有沟通就是真的走不下去，所以牧师调整之后跟愿意就是不要听师母的意见，他们两个慢慢的去调整之后，其实我们现在其实他们沟通的时间会越来越短的。他真的就是人如其名，他是一个很正义的人，那所以呢，有时候
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也是很正义的，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师母的阳光出来，就是把那个生活的那一面来柔和一下。在教会里面，我爸爸就是一个比较主轴，很像一个菜肴里面，我爸爸就是一片牛排，然后我妈妈她很像旁边的那些小菜，像是地瓜啊，那个铁板面之类的，就是他们两个少了对方就感觉少了什么。雅青因为身边朋友一直帮他祷告的钟宏佳，慢慢慢慢的进入到教会接受这个信仰，但当时他可能也没想到他的先生后来会是一个牧师。牧师今天来我们现场，李正义，正义牧师，这名字好特别哦，就是让人觉得印象很深刻，感觉就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对，你们那个时候交往的时候还是业务吗？是吗？是，我是从事报纸广告的业务。哦，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啊？透过一个共同的朋友。嗯，啊，其实是晚上我那时候还有在兼职做直销啊，那个直销的朋友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你那时候看到这女生，你有特别想法吗？看了她觉得是一个比较都会型的女孩子，可能不是适合我啊。她也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乡下孩子，大概晚上差不多8:30-9:00就睡觉的，所以大概七点、OK， 所以其实那一次碰完面之后，我们就各自走各自的路，就没有特别再怎么样有想要联络啊，后续都没有这样。其实在这个中间过程，我们那个朋友也不放弃，嗯，就因为我们两个人没联络了嘛，他又介绍另外一个给我，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比较油，然后我心里在想说，我只是顺口讲一下说比上一个，我觉得上一个比较好。嗯，哦，他就听到这句的关键点，不得了了。对，完全就把我们凑在一起，想尽任何的办法。嗯，他简直是在做业绩的态度，对对，做业绩的态度，硬是要把你们凑在一起。嗯嗯嗯。后来我们就讲了个，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他就是很诚实。我会觉得诚实对我，对安心就会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嗯，而且如果是想要进入到婚姻的这种关系里头的话，就是希望找一个让自己能够安心、有安全感的另外一半嘛。你那时候已经在教会了，对不对？我那时候应该是接触。哦，接触。对，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还没有。嗯，然后是因为我们交往之后开始出现很多很多的阻碍。然后我那个朋友一直持续在陪伴我，才慢慢的到最后有点尾端的时候，我才接触到教会。哦，所以等于是先生这边某种程度也跟你经历了这个过程嘛，对不对？那你也是那个时候跟着一起去教会吗？我们那时候准备要结婚，因为两个都是在一个适婚年龄。对。啊，后来遇到我的女朋友的妈妈，反对。反对。啊，我们真的是无所适足了，就真的不晓得怎么办，该想的办法都想了，就想不到其他方法。他那个朋友就提议说，不然你们要不要来教会试试看？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想说我的女朋友嘛，当然要保护她，陪她去，所以第一次我们就一起去教会了。哦，所以第一次去还是一起去的？对对对，我就陪着她一起去。我是陪着她去，我没有打算要去。那你有就没有感觉？第一次之后你知道吗，以后就变成她很少去，我常常去。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同学，他受洗的时候他就邀请我去教会。对，那一次给我很深的感觉，就是教会的那种氛围，那种温馨的感觉，其实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那一次第一次陪他再去的时候，我发觉那个感觉又回来了。其实我们也带着一个盼望去嘛，因为他说耶稣嘛，说你们要不要来试试看，我们就想说一个试试看的心情，然后去，然后也跟牧师讲说那接下来怎么办。那牧师只告诉我们说就好好祷告，因为他也很牧师也没有想出其他的方法。对，啊，我们说好好祷告，那我们就好好祷告。那时候教会还有一个早祷，就是早上5:30。5:30啊？对，那真的很早。那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要继续祷告，既然祷告可能有效，那我就持续祷告。那到了有一天，我们主日聚会完了，然后他接到电话，他大哥打给他的，就告诉他说，妈妈说你们可以结婚了。哇，当天我差不多从椅子上跳起来，就好像中了头彩一样。真的是奇迹。因为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挫折跟被拒绝哈，所有的亲戚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业务这两个字是对长辈来说是敏感的。为什么会觉得不稳定？
其实那就是现在回想就会知道那是爱了，他会觉得说不要让女儿那么苦。所以经历这样的过程是你最后真的接受这个信仰的关键吗？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啊，再来就我还有一个弟弟。那我们家是很传统那种佛道教的，对对对，特别是长子的压力其实挺大的。那他就问我你要不要受洗，我说我只要读圣经祷告，然后礼拜天来，然后该做的奉献我都会做，那我不想受洗。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想受洗，我说我该做的都做了，也是一样相信耶稣啊，为什么一定要受洗。他就回头告诉我说那我们就谈恋爱就好了，就不用结婚。哎，好有智慧的回答哦。是，我那一天晚上我就里面就有个声音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敢受洗。这时候变成我要强迫自己去面对说我到底在害怕什么。对呀，你又长高了耶。对，来帮你压一下你，你要垫脚尖，蓉蓉妈咪。哦、对呀、啊。到电台串门子，郑雅琴的宝贝女儿诺亚从小就在电台长大，深受喜爱。阿姨们，她们都会在那个墙壁上面画我当时几月几号量的身高，然后一次一次慢慢的量，看看我比过哪些阿姨的身高，我也觉得很有趣。诺亚就是在电台长大的小孩。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吃饭啊，有时候我会订那个外送嘛，我就会问他说：“你今天要吃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开菜单。我说：“好好好，那你只要功课写好，我可以请你吃什么。”就每一个主持人其实也都是把他当成像自己的小孩一样。你看他们三个头发都一样长。哇，是啊，真的很像姐妹呢。是。对啊，看起来诺亚就是老大，没有他长最高。看着教会的大小事，想起宝贝女儿诺亚的出生，对于郑雅青与李正义来说，样样都是神迹。那这个小孩子他叫做奇迹宝宝，因为他等了七年，这中间大概有两次都不顺利。那有一次，第一次他是在下了节目之后，然后就趴在办公室痛哭，因为那时候去产检的时候，他大概才两三个月吧，医生就说这个宝宝没有心跳，那他非常的难过。到后来第二次又不顺利，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有信仰，他应该就是撑不下去了。我也看到在这个求子过程中的艰辛，他们仍然选择信靠上帝，因为他们在怀诺亚的时候，其实医生当然一定告诉他们你们要特别小心，因为前面流产了，那接下来应该要吃药来保胎。但是那时候牧师师母就是坚定的在神面前祷告，说他们绝对不会打针，不会吃药，他们就是要让这个孩子是在神的保护下能够健康的出生长大。果不其然，真的神回答了我们的祷告。这对夫妻有在当时呢承担来自家里头的压力，要进入到婚姻已经不容易了。结了婚之后想要有个孩子，其实过程也不简单。你们是结婚几年？七年，是不是？我看看资料，七年才有孩子，就女儿吗？对、哦、对，哇，这过程对你来说也是一段啊，好艰辛，每一个月都在期待、失落，然后你到最后、你都开始产生幻想，幻想。所谓的幻想是什么？就是一有一些身体的征兆，你就说啊。有了、哦、可是最后都会没有。你知道那个失落感、啊、那个幅度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很沮丧、然后甚至我还经历过，到了因为你已经会去医院去检查嘛，我那时候还真正的深刻的感受到不孕妇女的压力、甚至可能有些的医生护士他们太熟悉对检查的这个的熟悉度，所以他没有那么的同理了，对对，也没有那么的体贴，那你就会觉得那种有种被羞辱的感觉，因为你会变得是你必须要检查的时候他没有给你一个隐私的东西，他会觉得理所当然，而且又是异性、那你那时候你觉得很愤怒。我那时候我突然有感受到、我就跟主说，主啊，你让我有这样的经历，我更能够去同等的去了解那些不孕妇女他们的辛苦。中间的过程曾经也怀上，后来又没有留下，两次，还两次哦、那真的已经是这样子期待的这个状态，然后又怀上又没有保住，那其实哇，上上下下那个心情，对，非常沮丧，对，
所以到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哇，这次终于成功了，是有特别做什么吗？我们差不多要去做了。对啊，那时候刚好我是在补习班教书嘛。我们那个补习班的老板也是基督徒啊，他的传道人那一天就来到补习班，有一点是探访，有点有小组，然后他就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我们就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他就鼓励我们说：“哎，你们要不要倚靠耶稣？就一根针一颗药也不要吃。要吃”哦，我想说：“哎，对哦，倚靠耶稣不用花钱呢，你去做试管婴儿可能要花。”刷几十万，我说好，那我就跟回去跟雅青说，那我们就好好祷告，我们就这样两个很认真的祷告，也就是没有再去做其他的努力尝试，我们就因为该之前该检查我们都检查了，都做了，对，我们这时候就想要专心等候啊，也仰望。那大概那一次那个传道人跟我们鼓励之后，差不多五个月后她就怀了孕。因为那个在那个过程你是会忐忑的嘛？对。这五个月当中，我觉得上帝实在太奇妙了。那个会有一些的考验，因为大家一定会说：“哎呀，雅琪没有哈，你一定很辛苦。”来来，我跟你讲，这家的中医就会介绍哪一个的一个。对对。那你我又是那一种很在乎人的，然后你给我这样的讯息，我没有去，人家一定会说：“嗯。”我不想让人家失望，所以我想说啊，主啊，怎么办呢？好，但是我心里想，就那时候刚好有点感冒，我就心里想说，没关系，我拿到这个电话，我还是去好了。但是我是看感冒，然后我再顺便问他说，我的身体的状况适不适合怀孕之类的。啊，我觉得上帝真的太知道我的心思了哈。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打定主意，就这样子做。结果一打电话的时候，空号，空号，哇，我对别人有交代了。我那时候就说。哇，非常的舒服，心里就喘了一口气，说：“哦，终于我可以跟对方有一个交代，我可以不用去了。”其实我那时候是挣扎的，因为我在意对方的感觉。对。后来那个阶段都还这么在意对方。对，然后五个月之后我就怀孕了，然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真的做妈妈呀。因为你小时候是被爸爸妈妈高度期待，高度的哦盯得很紧，管教得很严这样子，你那时候就会对待你的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吗？刚开始当妈妈，你也不知道怎么教导啊。后来我就是只是告诉我自己说，不管怎么样，因为我看了很多书，我希望这个孩子是他有独特他自己的性格，所以他这个独特性格当中有些的东西是需要给他创意的，那这个状况就是会必须要很多很多的事，他说什么。我要去思考说好，而不是说不行，不行，因为我在从小到大都是不行，对，所以也会从自己国小时候的经验，希望能够调整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应对自己的孩子，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真能够体会妈妈为什么那时候会有，对不对？对待孩子是这样的眼光，上帝好像就透过一个方式提醒我，他说：“你看你的妈妈啊，那么在。”年轻的时候，他本来有很好的发展，因为曾经他们在早期那个年代，听说有银行的柜员有机会，他可以进去的。但是他因为结婚，他其实很多机会就没进去了。他就为了孩子辞掉所有的工作，然后呢，就是来专心照顾孩子。那上帝就提醒我，你看妈妈这样子把你们长大了哈，就是抚养长大之后，可是那么年纪他就牺牲了，他几乎没有享受过他真正能够自由自在的日子。我觉得那个提醒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让我慢慢的去更能够去体会妈妈的辛苦。真的，妈妈蛮早开始洗身，身体状况就不大好了。对，她洗了大概30多年。哇，那在妈妈离开之前，你跟妈妈之间，就是你原来对妈妈有很多情感上面的拉扯，这个部分后来有去处理吗？就是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就会去握着她，然后去试着跟她说谢谢她。跟他说谢谢，对，然后他很在意的是诺亚，诺亚就是我的孩子哦，对他非常在意，因为他也要同样要求诺亚，像像你小时候他要求你一样，对，他一直在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稍微胖了一点就说他太胖，稍微瘦一点说他太瘦，所以我就觉得到底现在他到底是瘦还是胖？可是我知道他把诺亚投射在我小时候，对，那我知道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当然心里就会觉得说他是我的孩子，我知道怎么样来教育他，但是我也知道我妈妈很在意这个孩子，这个他的孙女。后来我就在床头，我就尽可能让他知道说，诺亚现在表现很好，而且他很开心，他是很开朗的，
然后我就会牵着他说：“妈妈，谢谢你，我爱你。”这样。你后来跟爸爸的关系呢？你也跟爸爸有讲过这样的话吗？就爸爸，我爱你这样子。因为在很早之前，我觉得跟我爸爸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相当相当，因为他军人嘛。对。我又是怕权威的人。对。那所以几乎有很长时间是不太会说话的，我们甚至连牵个手都有问题。我觉得我好羡慕那种女儿跟着爸爸拥抱。所以后来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我就说。我好希望能够抱着我爸爸说我爱他，牵他的手。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我看到我爸很孤单的背影，然后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冲突挣扎跟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就心里就是有一个，我突然好像放下了很多很多的那种害怕，然后我就去跟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然后我就去跟他拥抱。后来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爸爸就有一些的回应，我妈妈比较没有回应，我爸爸有回应，因为从来我没有听过我爸爸妈妈很亲口说他爱我。然后有一次我看到我爸的时候，我爸这样看着我，我看着他，我看到我爸讲说你回来了，那个语气你就会知道说爸爸放软了，他心是软的，他在等你回来，他在等我回来。然后我就过去抱着他，我说爸，他说我等你等很久，我好想你。对，我觉得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爸爸是很爱我，然后他就也曾经在这个过程里面跟我说，雅琪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觉得那是我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过的。你一直很希望得到爸妈的肯定。所以现在我爸虽然已经年纪很大，虽然是很希望能够离开，但是有时候我们还可以牵着手，然后我就觉得尽可能最后的阶段还是能够听得到他跟我说好不好啊，或是什么的。虽然他有时候有点，我觉得有点失智的感觉，但是我知道他是让我在成长到现在的历程里面真正的告诉我说他很爱我的这个家人。对，我觉得就孩子来说，你希望从父母眼中得到一些什么。不管你是小孩子或是你长大了，你都是希望能够从父母那边得到肯定，然后很明确的感受到父母对你的爱。我常常看到诺亚，就是我的女儿的时候，我常看到，就是因为她现在很单纯嘛，我看到她常常会表达一些意见的时候，我就发现她就是我小小的小雅琴。我讲不出来的话她可以讲，可是我以前要讲出来的时候，对你还是好难哦。我可能以前讲出来的时候就是去读书，对对对。他现在讲出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 ：“OK， 好，那我们来想想看，要不然就是说，我说对不起，我错了。对我就是觉得用不同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孩子现在就很健康的心理。那这一幕是你自己身为另外一半，你看着太太跟家里头娘家这边的互动，还有你自己跟岳父岳母这一路的互动，你自己应该蛮有感触的哦。因为他们家的风格跟我们家的风格真的差很大，他们是那种比较严肃的家庭，吃饭你知道吗？那个氛围是不太容易聊天的。我们家是东聊西聊，什么都可以聊的，这都胃痛了。对对对，所以氛围真的不太一样。那。我自己的感觉，我就试着去融入，然后试着也接纳啊，包括我岳父岳母，像我岳母那时候喜胜嘛，啊，其实我的小舅子就常常接送他啊，我也知道他很辛苦，所以有时候我会跟我小舅子讲，那有时候我也可以 share， 就是一起来分摊。对，就是我想说，既然我娶了他女儿嘛，他也是我妈妈啊，他也是我爸爸，我应该也要来照顾他们。其实对珍也很不容易，因为他的家庭的环境要适应我们家的沟通的氛围其实是不容易。但是我前阵子在找照片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妈妈是厦门人。然后因为我上班没办法，其实他自己带着我爸爸妈妈去厦门。曾经。对，我觉得那个是让我蛮感动的。金钟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泪水，对对，辛苦的历程。我觉得那一次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个金钟没有上帝绝对拿不到的。而且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的评审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很感动现在的广播人他能够走出去，经历过了连续三年得奖之后，我发现我回头一看，我上帝在医治我的童年。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最美丽
又最帅气的郑晴小姐。谢谢哇，这样的一个称呼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赞美。幽默活泼的即兴访谈，郑雅青跟她的女儿诺雅两位广播金钟主持人信手拈来，展现深厚的访谈功力。但其实女儿的蜕变有段奇妙过程。诺雅小时候是一个非常羞涩的小孩，她跟不熟的人，她基本上是不会主动的说话的，不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小孩。但是她开始得奖第一年之后，她就非常有兴趣，她甚至就会开始 给一点意见，说节目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有趣，然后会自己想一些梗，然后会跟伊娜姐姐说，我觉得这里应该要怎么样会比较好玩。真的就是从这样培养出一些自信来。那第二年第三年，他连续三年都拿到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甚至于最后还上台去当儿童节目的颁奖人。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我想要为自己创造最美好而且最有价值的回忆，所以我还是决定跟那位姐姐一起录音。然后没想到一录音之后，我整个感觉就是陷入到一个最开心的世界当中，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的录音都有创造出每不同的惊喜。加油！哇，不错哦，很好哦，很厉害哦。全家人美好相聚，李正英牧师一家和乐融融，家庭里的每一个人在各自岗位闪闪发光，成为别人的祝福。诺雅常常跟我说，他起来的时候就看到爸爸已经在祷告了，所以就是他们真的是想尽办法让生活中每时每刻都是充斥着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然后我们的师母她常常听就是其他牧者的讲道，来帮助她自己的灵命不断的成长。然后她也不是自己听，她听到好的她也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他们自己在生活中怎么喜爱神的真理，她也会把这个让感染给弟兄姐妹。我每一次上学之前，我都会跟妈妈每一天都会祷告今天所有的事情，当天要做的或者是任何你在意的事，我都会跟上帝祷告。每一次的祷告就好像一砖一瓦，一次一次的叠起来，最后可以叠成一个大房子。所以我觉得我每一天的祷告像是为金钟奖祷告，我就好像在叠一个一个的砖瓦，把它叠得越来越坚固。所以在当天我听到妈妈得奖的时候，我也是欢呼最大声。她去教会之后，我觉得她可能常跟大家分享她的一些生活经验、人生故事，所以间接也影响她在上节目当中的一些跟别人去传达一些她自己的心情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变得比较有温度，这是她最大的转变。那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大概从104年开始，她做的节目其实不管是少年节目或者是后来社会关怀节目，应该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才会陆续入围啊得奖。我觉得教会对他的帮助是蛮大的。夫妻俩进到教会之后呢，因为很多的经历，慢慢的累积他们在这个信仰里头更多的认识神。不过后来郑英牧师，你原来是没有打算做牧者嘛，对不对？是。那又是一个什么过程？你现在变成一个牧师？本来在台中嘛，就到新竹的教会去参加一个特会啊。那时候那边的有一个韩国讲员，他就来鼓励我们。那当下我是被韩国的他们有一个叫劝慰士，被他祷告，他说上帝正在呼召你。那时候我就说真的吗？就那一次之后，我回家才认真祷告。祷告后我有感动，我觉得好像上帝真的在呼召我。我就跑去跟我牧师讲，说牧师，我想要读神学院。那我的牧师那时候告诉我，你知道成为一个全职传道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条路，你要不要再多祷告一下？我说好，谢谢牧师这样给我踩刹车，不要好好的真的就是确定哦，不要是只是一股冲动。对。后来我就回家祷告了两年。两年啊。对，我就很安静，而且把自己
真的安静下来寻求上帝是不是真的出于你，所以两年后牧师说好，你如果祷告清楚就可以了。所以就开始读神学院，然后开始走向这个全职服事的道路。是，那现在就是在做牧养工作嘛。对对，是。不过相对来说这位师母是，就感觉还跟大家一般想象师母不大一样，自己还是有自己工作的这个专业发挥的，就一直都在广播界。对，那我们刚才讲说你们家总共11座金钟嘛。你第一次拿到金钟的时候是 多久以前的事情？大概104年的时候。然后第一次拿到，我觉得那个心情可能会哇，金钟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泪水，对，对，辛苦的历程。我觉得那一次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个金钟没有上帝绝对拿不到的。你一辈子做广播，你从来没有得过，也没有人教过你，我觉得奖对我们来说是遥远的，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从来没想过要得奖。当拿到那一座奖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而且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的评审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很感动现在的广播人他能够走出去用采访的方式，不是关在播音室里面。我那时候第一个想说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我们就是这种方式。然后我那时候感动的是这些的评审竟然听到我最真实声音，因为说实在我们的设备真的很差，我们的音质比任何人都差，而且我觉得我的技巧也没人家好，但是你却听到生命里面的东西。后来在经历过了连续3年得奖之后，我发现我回头一看，上帝在医治我的童年。补充一下，那第一次因为我有参与在其中。那一次因为他们广播金钟奖的节目的截稿日差不多母亲节前后，大概5月中旬左右。那一次我们教会办了一个海外短宣，就去台北清迈苗族。对他来说是压力很大，因为他节目差不多要赶快把那些该做的节目都要赶快想办法把它尽量做。真的上帝也给他智慧，他不仅参与短宣，他更在短宣当中做他的节目，因为把短宣的很多的一些现场的东西收音了，回来可以用了。对，他因为他那个节目是属于翻转地图，他就做了一集叫做台北的一个专辑。哇，我自己听了我都觉得这一集，我如果是你听众，我就觉得很有临场感，而且那种听的那种就是你觉得有收获，不是只是听声音，真的有内容。对，所以那一次我相信他愿意就是带跟着我们一起带短宣队去，上帝就那一次就给他一个很美的祝福，就是拿到第一座广播金钟奖。哇，这么有故事。好，所以一般大家想象当中做广播节目都是在录音间里头，你的节目其实是要出外景到外面去做采访，把外面的声音收回来再整理整理之后。嘉如你记得吗，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刚开始进入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当记者。我那时候很抗拒，我想当是节目主持人。但是我回头一看我才发现，因为有记者的这个10年有采访的这个历程，对，上帝竟然是用这样的一个你曾经走过的生活的经历来祝福你。然后女儿刚才她小学你就带着她一起做节目，是她小学3年级，第一次她拿金钟的时候，小学三年级小六都拿。哇，对，所以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她是自己做，她也自己做一个节目。我那时候只是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把孩子，就是我虽然忙，但带着我看得到他，我照顾得到他，因为他可能也是蛮可爱的，然后也很会讲小女生，对，然后也会鬼灵精怪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刚好有一个同事要做儿童节目，然后他就说能不能那个诺亚能够一起去？对，我说好啊，给你用。然后我就告诉他说，这个孩子，我就因为通常儿童节目，我知道的就是有些人就会给稿子啊，你设定今天这一段是怎么样，可是你听起来你就会很降气嘛。可是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自己在带孩子，我大概就知道你一定要让孩子发挥。我就说你不要给他任何的稿子，你要很真心的去听他内心的声音是什么，他什么年纪你就要给他什么声音，对，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对，所以他就有点颠覆了做节目的方式，就是透过孩子的声音来决定这个节目的走向。好特别哦。对，所以后来孩子拿到的是主持人，这样主持人3年都是主持人，儿童节目主持人。对，他跟我同事一起，当他第一次跟着我的同事一起上台
担任颁奖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棒哦。后来第二次我觉得我也很谢谢主办单位，他就安排我们母女，因为那年我们一起，就是那前一年是我们一起得奖嘛，然后后年主办单位就邀请我们一起颁儿童节目主持人奖。所以神真的也透过这个孩子，对，回头让你再看到你儿时的时光的时候，好像某种程度自己也被医治了。对对对。爸爸呢，爸爸看到女儿跟老婆哇都在台上领奖这样。哇，很开心啊！我们家都是金钟奖的，我例外啊。你们家就有一座一个什么橱柜，要特别要把奖座这样放起来，这样子。是是。最后有没有一些鼓励分享话给观众朋友？每一天都认真的去过好它，而每一天过好它的时候，而且去选择做对的事情，你会发现很像是原子习惯一样，有一天哇就爆发了，是可以成就很多的祝福在这当中。这一幕是能不能给大家最后鼓励分享的话？我们人生努力很重要，但是努力之前一定要做对的选择。那对的选择确实对我们来讲，因为每件事情好像感觉都很差异不大，甚至说 A 也可以 B 也可以，很琐碎。对，就是你就很难去做出感觉最好的选择。那我会鼓励大家，当你做选择在很困难中，你可以祈求有一位在天上的天父，他会乐意带领我们。当我们做对选择，又加上我们的愿意尽心去做，相信我们的人生会过着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而且是一个很开心的人生。所以就刚刚讲的，你们俩讲的其实很互相呼应，在每个阶段做所谓对的事情，好享受每个阶段，要好好把它做好。这样，我就想到一首诗歌，就一步又一步都是恩典之路嘛，对不对？但我们走这一步又一步，我们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情，我在其实一步又一步都在经历那个恩典之路。对，然后说过程当中，神为什么叫我做这个？为什么叫我做那个？我搞不大清楚，但其实已经走在恩典之路上。没错，谢谢两位的分享，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大明牧师。圣经上说到，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自由。哇，自由对你来讲太重要。我想世界上所有人都渴望得到那个真自由，就是不是被规定的，不是受限制的，而是可以，我这样讲，就是很可以畅所欲言，然后心甘乐意的把自己奉献出去。我想雅馨从小到大最渴望得到就是这个真自由，不是吗？所以不管对他自己而言，你记得他刚刚说了，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这个广播人，资深的广播人到他们学校啊分享，他就告诉自己，我要进入广播，我要得到这个自由的灵，那个自由灵在他里面运行。所以虽然中间他做了记者，可是他因为广播得了好几座金钟奖，不是吗？那是上帝的自由灵的运行。然后对于他跟他的父母亲也是一样，不能都放在心里不敢讲，哈、哦，那个这个都憋在心里，所以让人很感动。一幕刚刚最后，他不是讲到那天他跟他爸爸有一点有一点误会，所以分开了一段时间。可是他心里面就一直想到爸爸，然后他就主动去看爸爸。当他看到他老父亲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基督的爱就彰显出来。他主动跑去抱他爸爸。跟他爸爸说，爸，我想你。这在他们家就是一个神迹，因为一直以来被塞住不敢讲，也不好意思讲。其实意思就是说，爸，我们家里不要再爱你心口难开了，我真的想你。这个自由灵释放了他。对于他跟正义牧师而言也是一样，通通不认识主的人，因着这个结婚啊，7年的时间，后来他们有了孩子。神告诉你，你做不到，我做得到。他们现在正义牧师是牧师，他是师母，这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需要自由灵从上面浇灌我们，然后分享给身旁周遭更多需要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耶稣，谢谢你，你说你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自由。这自由让我想到十字架，主啊，我们先从你来领受，然后我们分赐给身旁周遭那些更多需要的人。主啊，不是憋在心里面，我们的自由是可以走在有纪律里面，然后可以畅所欲言，可以真的把你的爱分享出去。主啊，透过这一期真情部落格，你在对我们的心说话。电前面观众朋友，如果你没有得到自由来信耶稣，把耶稣爱放在心里面，
把那个塞住的井打开，上帝可以让你的爱不断地流露出去，活水的江河要透过你流露出去。谢谢耶稣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耶稣爱你，定义要赐福于你。